米地拉。啊？直到如今，你依旧是我拒绝别人的原因。其实也没有在等你，只是没有办法爱上别人而已。兄弟，我送你一句话：你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，却躲不过四下无人。来来来来，这位青鱼已经溜了4个小时了，正在溜鱼庄。进来看直播了啊，老董快累了不行了。大家好，这个双击是问你们要金了，这是我守候了几天，终于守候了一尾超级大青鱼。喜欢在自然水域水库博大物的老铁，您可以关注我在直播间分享，稍后开启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名钓鱼主播，喜欢游钓每个地域的自然水域博水库里面的大青鱼、大草鱼、大鲤鱼。如果你喜欢钓鱼，请关垂钓大青，我们选择翠螺挂钩，翠螺嘴往里按入5到8毫米，用鱼钩挂穿即可。另一个钩子也是一样，按入5到8毫米，用鱼钩挂穿即可。喜欢钓大个体青鱼的老铁可以关注我，稍后开启直播。垂钓，哎呀！进来的兄弟姐妹，你们好，我是一名喜欢游钓各大水域、自然水域大青鱼、大草鱼、大鲤鱼的一位钓鱼主播。如果你喜欢钓大个体鱼的老铁，您可以关注我，在直播间可以和你分享窝料、饵料制作。昨天在山体水库成功上岸17尾大青，今天正在继续，正在直播中。这位大鲤鱼一看怀宝宝了，所以就给放生了。祝天下钓鱼人红红火火！在自然水域，我们垂钓大个体鱼，选择用螺丝挂钩，螺丝嘴轻轻往里按入5到8毫米，用钩直接贯穿即可。另一个钩子也是一样，往里按入5到8毫米。喜欢在自然水域垂钓大青的老铁可以关注我，稍后开启直播。游钓中国已经到达广东清远天鹅水库，要想鱼上岸就拿粮食换，提前一天打窝，明天水库守候大青、大草、大鲤。喜欢钓鱼的老铁可以关注我。这是刚才在黑坑垂钓一尾青鱼，开波不上鱼，一关波就上鱼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这气人不？Hello， 兄弟们，这到福建第一站钓了一尾鲟鱼。听福建周边老铁说，这鲟鱼价格特别的昂贵。纯野生的，一斤半价值200个豆了。咱家兄弟给一个双击加关注，正在水库直播中。从安徽滁州出发，全程公里1500公里，到达了福建泉州，这是中的第二尾超级大草鱼，正在直播中，希望能得到家人们的一个双击加关注。